仙儿做的歌吧，是吧？真的是呢。因为我就喜欢林俊杰了，小眼睛很可爱，小眼睛很可爱，小眼睛很可爱。我戏也是小眼睛男生。他什么星座？白羊座。先别拍，先别拍，我。他几岁啊？结婚了。新婚快乐！那请问里面还有谁是单身的？这个是单身。拉拉也是单身吗？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很配。你看你一来就跟我聊八卦哎。我怎么是这样的人？这就是生活中一部分嘛。我希望我也快快找到我的爱人。这一年就是经历很多事情吧，那我是歌手，这个这么厉害的舞台还发了自己的新专辑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这段经历的话，就是接下来如果遇到困难的阻碍的话，如果你想起来这些美好的经历的话，是觉得你自己很幸运。但是有什么关系呢？就像我的新专辑，我喜欢给我自己买花，洒脱就想买，这是我的明明好听，一切都在继续，为何不去努力？我是自己为了一片蔚蓝天空，这是我新专辑《明明专辑》里面的一首歌，叫做《倒灌新歌》。笑什么笑？我都给你剪掉。结婚？真结婚哎！我也想谈恋爱，我也想结婚。我去接捧花了。我是歌手杯明星邀请赛羽毛球赛，知道吗？就算是现在这样站在一起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为什么呢？很高兴啦！我觉得从小就听，从小就听，从小就听。这话很敏感的。没问题，我也是这样跟谭咏麟讲。我那时候看左邻右邻演唱会嘛，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听周林老师的歌。谢谢，客气。你有什么话要对陈来说的吗？我什么话都讲不出来，现在我就好好去享受。他在车上放了狠话，是吗？他怎么说的？他说如果我跟你搭档的话，他就一定能赢。先找找那个场地的感觉。看起来很稳啊，战术非常的。哦，好，小哥哥们，敬礼，开始了，已经。好，这个你要得分就开始套路。然后如果是你得分，就是热身。好球！哇！漂亮！四个字，老谋深算。这球打得特刁啊！哇啊！还能起来吗？一，没有，开始继续。哇！快点，还显得还那个一点。耶、yeah, ！谢谢，哇，真的很荣幸，真的很荣幸，真的很荣幸，很荣幸。